这林子谦，真正抓来便衣啊！我刚才我也有些顾忌嘞。 根本把我当作是工具人嘛！非得不管比对，结果安怎，我绝对无可能把我邀请，关我林仙带了。啊！林仙安怎呢？一个一个拢用迄种姿态甲想看嘛，哈！哎，你唔通误会哦。 我也不是自愿来这做比对的呢，所以恁千万唔通甲希望哦，放伫我的心上啦。啊，我的药剂啊，甘愿啊，摕去卖钱，嘛无可能凊彩捐予别人的。你这是在讲啥？这嘛到底遐，等你救命，也不是你家己的蛤蟆呢？你竟然见死不救哦！无啊，我甲伊只是名义上的妈孙啊，也无真正血缘关系啦。 古早讲，伊嘛无药过我，才讲过我，是安怎伊的死我，都我来负责啊！啊，我若唔愿意，你就讲我无良心哦，安尼你嘛受过阿爸。就算讲你甲你阿嬷无血缘关系，不过你嘛还看到讲恁妈妈是我尔要紧恁阿嬷，啊，你安尼这种还送互你，你的态度，你敢唔知讲恁妈妈的心肝是偌痴心啊？歹势哦。 我嘛无想要欠你这个人情，只是我嘛想袂到，竟然就这么多好，这么侪人来底，就刚才你的比对是成功的。啥话啊？哦，我这么是随鬼点的啊，什么头奖都未得，竟然得这种的。我唔管啦，非得我无可能把我的心哦捐出去啦。就算讲啊，恁硬要把我扣你的车，我若是唔答应，你会当对我安怎？敢讲要直接掠我去，把我的腹肚破开哦？ 我早都讲过，唔免茫去管人哦，关心我做，因为伊的心哦，早就叫我搞包去啊！啊，对啦，随在那边啊讲啦，我这人都是哦，无良心啊，兼冷血无情啦，所以啊，恁都免笑笑啊，要提我这条药剂啦，你嘛莫来遮哦，对我情了啊，我无咧食恁这套啦。可再讲，即卖医学真系发达呢，免比对嘛会当管啊，敢有需要一定要我牺牲啊？ 啊！既然恁讲到这样无情无义，你家己管啊！啊！就快就快！求你家己阿妈的命！你讲啥？好歹牺牲！你偷吃呀呀！虽然够死命啦，我起码连我家己的死路我都找无啊！我管他以后要死要活哦！你讲一句话，你竟然讲一句话！你这个小娘子，谁你管你呀？ 哇！是你是对我绝情的呢？你算是我，你才是你狗吧？你想让我想不敢动，你做什么代志我跟你妈的良心不？我这牙齿是不是在挂出去？你真正是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救命！啊！我阿妈，别给我拍了啦！既然你讲我是烂头，哪里有烂头你看啦？我实在嘛是听不落去啊！ 你这叫你阿辉，你这叫妖兽啊！你把我教死你哦，我是多好命啊！你实在是哦，我的代志哦，轮袂到你啊，自己拄拄啦，你闪啦！啊！陈东俊，你竟然敢对我阿妈起遐动手，你咪是鬼小鬼？哎呀，你这个囡仔，这是忘恩负义啊！当初你行骗的时阵啊，若不是我对你无放弃，一直陪你的身躯边啊，你的人生早就摇摇去啊！啊，今麦。 我跟我烦恼，什么滔天大罪啊？结果恁刷咧一个一个啊，除了这笔话，搁未得要搁切断关系以外，有啥好啊？混乱的啊！啊，即马需要啊，都来找我讨人情哦。我无钱来付钱啦！你不知道，你臭三哥，快滚！你放开！林子，好啦，好啦，有话好好啊讲啦。安尼起卡动手哦，唔是好解决代志的办法啊。
阿万银哦，那去伤着董俊的心哦，安尼伊是要安怎管我妈呐？喂，谁讲我要管啊？董俊，阿姑知影哦，你心内有足侪不满呢，唔才会讲一挂气话。我唔是咧讲气话，是恁听无人话啦。啊，讲到袂输，只有我会当救阿妈咧，骗鬼咧袂正水哦。关心明明都唔免比雷成功啊！恁小煞无爱管恁家己的去管，硬要爱我的。我看恁根本就是啊，死道友无死贫道，硬要让我做替死鬼啦！你真正误会啊啦，无唔对啦，比雷吼嘛无符合，嘛是用个器官移植啦。阿公哦，迄是爱经过去敏化的治疗，迄是爱时间的。你阿妈吼，今嘛吼无时间通阁等啊！我们家吼，把所有的希望拢放喺你的身上。陈同学，阿无是我先做妈妈，拜托你个，有咧无？我拜托你救你阿妈好无？我明明目睭求求，看你阿妈等无伊，我痛苦个死！阿你我自己一世人，你知影无？创啥啦？你安尼就是怀苍蝇，要硬哩找到点。我阿姑阿甲你跪啊！陈同俊，刚讲你心肝，真正真硬的。我也无想要强迫你啦，啊无安尼啦，你若是愿意救阿妈，看你有啥物条件，做你讲。大家一人出一项，阿伯哦，拢无相欠。哎呀，你安尼半强迫的逼我管哦，会用的啊？我的条件就是哦，我要一亿啊！一亿！你吃个死了，陈龙君！人甲你讲条件，你竟然开嘴都是一亿，你真正有死人的你啊！你根本就是为了大家，为了死甲你死光光，为了死甲你死真娘！别这样激动啦！我若看到阮妈的分相，五千万，袂用再搁减啊！好，搁减。阿姊。妈的性命较重要啦！这五千万哦，是我即马上紧用去装着的钱啦。董俊，啊，不过爱等你哦入去手术房，我才会把这钱转去你的口座的，安尼敢会用的？那安尼五千万就讲定啦。你是唔通哦，即马同意，落尾才去后悔哦。好啦，你唔通哦，甲我讲啊，这样小贪啦，这种基本的武德哦，我也是有的啦。我袂因为哦，我是阿妈即马唯一的救星啊，都甲人勉强的。你敢熟悉因啊？无见过因啊！刚刚阿祖讲绑票啊！绑票？啊那安尼，我的五千万唔都花我去啊？对啊，伊妈即摆身体状况，伊遐血毒感冒发起，颠倒是会增加因的负担。唔知因在想啥呢？这哦，无重要啦。最重要的就是要赶紧把妈找回来。我来报警。阿姑啊，现在是怎样？到底是要爱我管还是不用管？不然我用先签那个器官捐赠同意书啊，你可以先回一罐定金给我，我口罩已经给你了。你干嘛？敢讲
我的5000万真正飞走啊！马家官，你去自首好不？你那老母心想着你家己啊！我不要紧，有要紧，当然嘛有要紧啊！你袂惊心，你是白血症应该急性的心衰竭呢。你有这心安尼都够啊！我干嘛你去自首？你看你，你又过来啊！你敢袂当换一种讲法啊？我听了真正是足野心的呢。我就是要讲给你烦，讲到你挡袂住，老爸，你就会照我讲的去做。好啦好啦，阿林都应该甲你开啦，留你应付连的手术。我拢观察软一半的人啊，但清清清。为了我，已经管管好我，你起码可袂管幼稚。我一个老大人，何必让你少年人受苦？但你不是讲啊，人生哦，七十才开始，啊，靠掉七十，你怎么还是囡仔呢？搁再讲啦，我嘛应该你照顾过啊，要让你吃百里啊。安尼算起来哦，你们都还搁有几多十年通活？啊，把我这台药剂挂好哩，真会好呢吼！都算安尼，我有家己会家己牺牲，咱为亲为故，你安尼又阁是犯一条罪呢？当你给我红包的时阵，不是讲啊？你讲哦，你早都已经把我当作是你的牺牲啊！啊，即卖阁无准算要反悔啊？你明明知影我唔是这意思。大会的哦，你是因为我才去团结治疗啦。我有什么欠你？等个治疗生活清以后，我都唔免阁听你碎碎念啊。慢慢哦，我咧情感共振，是到我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想要去哪去哪，自由自在，你嘛管袂着我。万条款，两位。等下哦，就放心交我，我是绝对哦，无可能失败。啊，怎么说啊？啊，你今仔只阿桑哦，做麻醉啦，啊，若无，伊还伫洗洗脸咧。哎，这手术当做袂当做，我无同意。哎，我无。老夫人，放好轻松，你个动作哦，是困一醒好啊。我无。失败，爱讲到做会到的，这是当然的。好，我你准备啊。阿嫂，咁款的代志，我无想要经历一届。今日你讲我的人生，还阁是有酸甜，安尼我的酸甜，就是叫你。虽然一开始我认为你是惊我救你的事实，唔才顺我意，后来我开始有感受到真正真无共的感觉，那是我十几岁以后都冇感受过的。